第一期是沿着北海岸骑，一路欣赏蓝天白云美景。有重机车友像这样一路骑到三芝浅水湾，把车停在民宅旁，觉得路旁画白线应该没问题，结果被检举违停，接到罚单。是因为它停太前面吗？还是它有什么违规的地方吗？跟其他车反过来啊？这样子吗？ 街坊民众看不出哪里违规，重机车主也把照片和罚单PO上网，想问哪里错了。同时段被检举重机疑似不止一台，但罚单上写得很清楚，车友没依顺行方向停车，被罚900元。重机车友把车骑到汽车停车格内停放。 不能停一般机车停车格，如果很多台重机挤在同一个汽车停车格内，除了双北之外都不行。不过得遵守顺向停车不能并排原则，一台重机停一个停车格最标准。享受重机骑乘乐趣比照汽车停放原则最保险，否则被检举开罚，荷包失血又扫兴。三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